好大的雨呀！一定有好多人没带伞。漂亮，我最喜欢看别人淋雨了。<笑>啊！看什么呀？ 外面那么大雨，还在外面晃来晃去，毛毛躁躁的，演做师傅的样子都没有。我们约定好了，三颗石头都已经代表十万火急了，您在那儿放一堆，我还以为你在庙宇坊出事儿了呢。我不是等你等得无聊，堆着玩儿嘛。再说了，庙宇坊不是挺好的吗？哼！总之，你以后不能再去庙宇坊了，那不适合你。庙宇坊怎么了？多好啊！叫你一声师傅，还真把自己当师傅了，啰里吧嗦没完没了。 我没工夫陪你在这玩，你自己待着吧。哎，有功夫吃蛋包饭吗？不过吃之前呀，你要先闻闻香。嗯。哇，那。 这个最香，能不能有点追求啊？别开玩笑好不好？那就是……等等，让女性心理学大师和你一起选。一、二、三。兰花香。嗯。就知道，你就是我的第一桶金。 好吃，别烫着了。嗯。哎呀，好累啊，好想请假呀。嘿嘿嘿嘿嘿，着急忙慌干嘛去呢？张二姐怕树从树上掉下来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！ 摔得可严重了！是啊，走走走。哎呦，哎呀，